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们那么近。谢谢你，一直都是替我着想的那一个。他什么时候跟你交男朋友？当朋友人蛮好的啊，最近你的改变也蛮有趣的。演员，你确定？你不要再推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爱你。爱的3.14159，台视、东森联合献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乐吴思贤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爱的3.14159。